目最后一集，欢迎收看《关键时刻全民最大党》，我台湾有 BJ 刘宝杰。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台湾生育率的问题，怎么会这么低？怎么会？我们这一趴呢，还是要给我们韩国天团 Super Junior 来谈谈他们的意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uper Junior， 我是团长立特哟，我是立旭游，我是医生游，我是西侧游，我是银河游。哟，看到没有？前面没有很好笑，我们这一段就直接很快介绍过去哟。我们知道错误就马上改哦，改到柴哥都来不及跟镜头哟。没有关系哦，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聊一聊哟。你看，像我们之前有一首歌叫做太完美哦，哦，太完美，是不是？这首歌很红哟。你再唱下去啊，我们好想听后面的歌词。四分半，我们有很多内容哟。不好意思哟，我们后面很好笑哟。啊，这个太完美这首歌，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哟？因为台湾美嘛。不要打断我，我只有四分半，我还要接你的梗，来不及哦。快点哟，我还要想 ，OK 哦。这是因为呢，台湾哦，这个状况已经很久了，生出来的小孩只有0.9个小孩，这个小孩一长大也只有0.9个大人，就变成说他就少了那么0.1，为什么呢？台湾的人到底少了那0.1是少什么哟？大家知道没有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有。现在就像马总统哟。有，你讲。把重建区呢讲成普罗旺斯哟，你说呢？当地的居民会怎么想哟？哦，你是说他少了说话的能力哟？有，哦，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怎么讲成普罗旺斯哟？因为你看看很多人要去法国普罗旺斯玩，对不对？那谁要去我们台湾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讲话要这个能力要稍微这个加强嘛哟。我也知道哟，就像台湾的商人也少了那么0.1哦，这么多的黑心食品，那么多的黑心工程，就是他们少了一个叫做良心的器官哟。对哦，良心之类要有良心才行嘛，对不对？就少了那0.1哦，不好不好哟。哦，我也知道哟，我知道现在台湾的媒体哟少了0.1叫做同理心哟，因为他们现在不喜欢拍尸体，就是拍裸体，而且。马赛克都打薄薄的一层，不然就打在不该打的地方。然后有些家属哟，他们的那个眼睛是一条黑线，他们都没有为他们想想看哟。真的没有哟，真的没有，我自己本身也遇过哟。哦，最讨厌偷拍了哟。巷口的朋友哟，巷口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哟，一氧化碳中毒哟，他抬出来哟。我看照片一看就知道是他哟，很难过哟，真的哟。对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也知道哟。其实现在很多艺人朋友啊，都少了羞耻心哟。你看，我们韩国的艺人啊，要出一个唱片哟，都要当练习生，当好多好多年哟。哪像台湾的艺人，说要出唱片，消失两个月就可以出了哟。消失两个月就会跳舞了哟。有些人没有消失就出唱片，白银。像他就很厉害哦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本身就是啊，怎么样？你要干嘛？你要我要展现一下韩国人其实很厉害的哦，真的？你要转圈吗？耶！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走直线。哦，不会晕，看到没有？很厉害！你叫那个消失两个月就要出唱片那个来转转看，马上晕了。厉害哟！好啦，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跟总统讲一下了哟。从你那边就少了0.1，那下面的人都不行了哟，好不好？有一些话要跟他讲哟。来，大家用跳舞的方式哟，来喽。小口咖喱咖喱，微博放假人，就像乌龟说的走，每天有朋友。
我们当然现在这段我们进广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ending 呢，我们让曲家瑞教授来帮我们做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图表，大家看着哈。如果说我们的生育率是一的话，我们有1000对啊，然后生一个小孩的话呢，那他们长大下一代就变成500对，然后呢再生一个小孩，然后再下一代就变成250对，250对之后，然后再下一代就变成125对，125对再下一代变成62对。你们发现一些诀窍了没有啊？125变62，那少那一个人是谁？可怜虫，那可怜虫。就是小钟啊，就是罗汉卡，他找不到对象的，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每隔几代就会有那种可怜虫一出现，所以说小钟，如果说你不想当那可怜虫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安慰你的心灵，你就不是可怜虫了，那生育率就提高了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我们当然讨论过很多次了，我们真的希望呢，每对夫妻呢有点点责任感，多生一点，帮我们生育率提升一下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《全民最大》再见，谢谢。